为什么要去悉尼？悉尼的英文拼音是 SYDNEY， 中文它翻译成悉尼。那么如果把每一个字节发出来，它叫悉地尼，悉地尼，悉地尼，所以他们简称悉尼。然后悉地是什么？悉地就是我们所有的修佛法的人，你的成就、成果，所以它叫悉地，在我们藏传佛教里它叫悉地。所以我们在去考察这个悉尼的时候发现，原来就像一个生化宫，整个悉尼的大地理场以蓝山为这个玄武，以这个入海口为朱雀，左青龙右白虎，中央黄龙，那么是很完整的一个地理场，所以它是变成了大洋洲最大的城市，那么又极其的繁华，才明白原来澳大利亚这块大岛，洋的这块大岛，洋车之岛，它居然是我们之前的前辈们可能在很古老的时候，那么他到海外寻找到的仙山，那最后他发现真正要成就的洗地，就是把这个乌鲁鲁这里的阴阳交合的之道，在悉尼这个地方让它结果的结成洗地，十分让人赞叹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